前面说完了 while 循环，我们再说一说 for 循环。for 循环跟 while 循环一样，也是来实现循环操作，循环执行也是重复执行某一段代码。那么它的语法是这样的，看上去比 while 循环略微复杂一点。for 循环后面跟着三个表达式，第一个是初始化的，第二个是条件，第三个是迭代表达式。然后呢，后面最后就是说它要重复的代码就跟在后面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呢，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要求零到十整数累加起来是多少，就是一个累加操作啊，这是一个简单例子。我们来看，首先我们初始化它的核是零，然后呢，for 循环 int i 等于零分号，千万记得不要漏了，i 小于十，这是个条件，i 加加。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第一个表达式是一个初始化的，这是一个初始化的这么一个操作，在这儿可以定义一些变量，可以做一些事情。那么这个只执行一次，然后就后面就循环起来了。循环起来每一次，它都要测试一下这个条件成不成立，成立就循环，然后再次测试。那么每一次循环体结束之后呢，它这个表达式就会被执行一次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从 i 开始，i 小于十，也是从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i 等于十的时候不满足，那么每次加一，每次加一，然后这样来循环。然后呢，每个循环体 sum 加等于 i，就是把当前的这个整数值累加到 sum 上去，然后呢，顺便把 i 的值打印出来，ln i。最后呢，循环结束之后，我们把 sum 整个的核打印出来，这个我们来看这个例子，这个就是 sum 等于零，sum 等于 i 等于零到十，十是不包含在里面的，每次 i 加一。当然，你这个地方也可以写成别的，比如说你可以写成 i 加等于二，那就每次加等于一，这个跟加加是等价的。我们来看，我们来去记加加 for 循环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。第一次是零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它的核是四十五，大家算算是不是四十五？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就是加等于二的话，那就会变成，要重新编译一下，它的结果就是零二四六八，把这几个数累加起来，所以这是一个迭代条件。那么恢复一下原样，有些同学看到这儿都觉得有点不太理解，比如说这三个式子分别是什么意思？我来这儿解读一下。我们把 for 循环可以转成 while 循环，这样一转你就明白了。我们现在有这三个式子，我完全可以把第一个式子挪到 while 前面，初始化先做一下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条件是如果满足就循环，不满足就不循环，那就放到 while 的后面。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循环，这个你要重复的事情就放在这儿。最后呢，这件事情做完了，你再去做 i 加加，就把这个表达式挪到这儿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 for 循环里面，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来替代。当然呢，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在于 i 的变量的作用域，在这种定义下，它的作用域是比较大的，它是要可在这儿 i 也是有效的。但是在这个 for 循环里面啊。i 的作用域只是在这个花括号的内部，在花括号的外部，i 是没有定义的。所以，除了 i 的作用域有不同，这两个代码是完全相同的。所以，for 循环可以转成 while 循环。那么，while 循环能不能转成 for 循环呢？反过来怎么办？我们来看，答案是可以的。我们这样有一个 for 循环，while number 大于零就循环体。那我们 while 循环要比 for 循环更简单一点，所以说它只有一个条件。也没有初始化，也没有迭代表达式，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条件放到这儿来，for 分号条件分号。那有的同学问，哎，这不少了一点东西吗？后面不又少了一点东西吗？的确，它是少了，但是呢，这样的语法你去这样写是可以的。这个初始化的这段代码，你可以不去初始化，然后呢，累加这个代码。或者说不是迭代表达式，你可以写到别的地方。所以说呢，在前面我们这 for 循环里面迭代这个，你可以认为是那个迭代表达式，所以就写在这儿了。
所以它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。那么血循环的时候，如刚才我们 while 循环也提到了，要特别注意死循环 （endless loop）。我们要尽量避免它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需要它。暴循环的无情循环就是这样，三个表达式一个都没写，全是留空，但是分号是不能省的。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无情的循环。while 的话，那就 while true。那这样，当然你在这儿也可以写个true 放进来。这个没有就是 true 永远成立，这两个都实现了，无情的循环就是死循环。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呢？比如说有的时候在一些设备里面或者一些系统里面，那么我会启动一个整个程序的流程就是不停的循环，然后呢检测用户的输入或者检测一些传感器，然后一直不停的检查它的程序只做这一件事，那么你可以用死循环，但一般来说非常少见。好，for 循环里面也可以用 break，也可以用 continue。for 循环里面的 break、continue 和 while 里面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以在这儿我的不再展开详细讲。